成为恶魔猎人就得抛下过往一切，但是回忆却挥之不去。你想听我的故事吗？你可能听过很多次，但绝对没听过我的版本。 数千年前，当时我是一个法师。接着，恶魔出现了，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何而来，如何而来，只知道必须奋力抵抗。伊利丹，对上，埃辛诺斯。 烧军团的部队击溃了你的盟友，你输了。不过我喜欢接受挑战。伊利丹，那座森林里都是敌人，交给我处理，哥哥。每过一天，你们的抵抗就会削弱一分。 剩余的盟友也只会越来越少。你狂妄自大，但力量根本配不上。我正打算弥补这一点。别再抗拒了。 渴望恶魔的力量，这的确有点吸引人。我再想想。假如你需要我们的话，马法里欧看我就在附近。你想要并肩作战的人是他，不是我。我要铲除你的傲慢。 那两把战刃，我要定了。你逃不掉的，你全身都是破绽。我们会把你们。 从世界上彻底消灭。反抗军会奋战到底。 这个花招耍得不错，入侵者马上离开。弟弟，有消息吗？ 埃辛诺斯死了，但是燃烧军团迟早会击溃我们。马法里恩，我们必须找到其他方法来阻止他们。身为法师的我，必须依赖永恒之井。 而永恒之井则由艾萨拉女王掌控。我发现是她暗中引来那些恶魔的入侵，让众人遭受苦难。这究竟是为什么？是力量，令人无法抗拒的力量。我能做的只有一件事。
为斯。你为什么要来宫殿背叛者？我想加入你们，用战斗来证明你的价值，或许我会考虑一下。我会赐予你恶魔之爪，好好利用它。没有人能挑战我。这么办？的传送门还很脆弱，强化它，你就能获得主人的青睐。为什么要背弃反抗军呢？因为你控制了永恒之井，少了它，我什么也不是。的确是。编织现实。背叛你的哥哥吗？我爱上的人选择了他，所以我愿意。强化传送门。我希望你的主人能见到这一切。放心，他会关注。没有人能挑战我。我以前跟你一样是个精灵，后来主人给了我许多恩赐。
风主人。休想威胁精灵贵族。休想威胁精灵贵族。为了艾萨拉女王的荣耀，你通过考验了，准备收下来自主人的奖励吧。啊，不，只要获得你的肯定就足够了。你是我选。视野开阔了，我走上了恶魔之道，并且赢得了他们的信任。但是当时机来临时，我找上了我厌恶的哥哥，我需要借助他的力量把恶魔的传送门彻底关闭。伊利丹，对上马诺洛斯。可悲的精灵，我们不该相信你的。那是你主人的错，跟我无关。有太多过去让我们分离，但现在我们要同心协力。唉，为了胜利也只能这样。我会复仇的，我会享受关于你的死。没有人能对抗萨克拉斯。我根本不需要你的帮助，哥哥。我希望你说的对。我会复仇的。准备收拾吧。伊利丹，我已经快不认识你了。你的内心充满愤怒。我的愤怒一直存在，只是你从来不在意。都是破绽，我会复仇的。我们来帮你了，没用的废物。你比林金还不会打架。你给我冲吧。我谁来帮呢？怎么办？这么办。我会复仇的。抗命！我谁来办呢？
费你的天赋。这我早就听腻了。我的耐心有限，你全身都是我会复仇的。法胜过恶魔的才怪。听你号令，听你号令。我会复仇的。复仇的。听你号令，让我战斗。传送门就快完成了，主人就要降临了。我会复仇的，我会复仇的。听你号令，听你号令，听你号令。我会复仇的。传送门产生爆炸，带走了那些恶魔，就跟我们的计划一样。但是你并没有对我们说出你全部的计划，弟弟。我偷偷装了一瓶永恒之井的井水，你不是法师，你不会了解的。只要永恒之井存在，我们就无法避免恶魔入侵。弟弟，你实在不该这么做。做我该做的事，但我的族人却害怕我的转变，还前来阻止我。伊利丹，对上塞纳留斯。伊利丹，为你的罪行负责吧。马法里恩派你来，他不敢面对我吗？懦夫。很抱歉，事情会走到这一步。复仇的，少来了，你根本不抱歉。我会复仇的。茁壮吧。伊利丹，你到底变成什么了？变成我必须要的样子。我会复仇的。不能容忍你亵渎大自然。我拯救了所有人。
但这就是你们的回报吗？你只身都是我是复仇的。啊，大自然真好。肃穆和枝叶都会对抗你。要是你们看不见我的付出，那就见识我的怒火吧。这是哪来的恶魔武器？我会复仇的，我会复仇的，我会复仇的。你好厉害，跟我来。弟弟，你体内流动着恶魔的力量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们的猎物是谁？大自然会战胜一切。我会复仇的。我没管你，跟我来。听你号令，听你号令，听你号令。听你号令。为森林而战。我们的手足之情不复存在。我会复仇的。哼，我看不起你那种可悲的正义。我有我的规则，我走我的路，至少
事情本来应该那样发展的。伊里丹，背叛者，你必须为罪行付出代价。但是，我却被囚禁在黑暗的牢笼中，度过了10000年。不过，我还是拯救了所有人，并且成为了第一个恶魔猎人。准备好。